正在忙碌巡演中的 BLACKPINK 最近他们去到了北美，演唱会行程满档，光是11月就安排了6个城市。而巡演期间也出了许多新闻，像是基素被发现脖子上有异物凸起，就连医生看了都警告要快点就医。虽然 YG 事后也发布公告表示基素健康并没有出问题，要大家放心，但对于超忙碌的行程安排，粉丝们依然是超级担忧他的健康状况。即便日程紧凑，但11日基素和 Lisa 还是开启了直播和大家聊天互动，让其他地区还没能看演唱会的粉丝们可以一解相思之苦。个性调皮的两人一起直播互动对话，完全太可爱。 Lisa 매름이래 Where's the ring? 이거 어디 있어? 언니핸드폰네이버어디있어 언니핸드폰네이버에쳐봐텔레톱이랑한글로쳐这片段让粉丝们都直呼，就跟戴着眼镜找眼镜一样，又搞笑又呆萌。基素魅力的镜头到底在哪？